到元顺帝执政22年，西历1366年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群雄揭竿而起。中书平章政事之河南山东李察汉。李婉儿这次找到了朱元璋手下的一位军师，愿以高价出卖朱元璋的步兵图。他要你自己去陕西跟他见面。可是朱元璋手下的间谍也得到了消息，马上派人去陕西报信。你知不知道李察汉到这来干什么？上面交代朱元璋元帅会派人来跟你接火，这趟差事很麻烦，上面让你多找几个帮手。我马上去找人。这四个姑娘靠得住吗？您放心，他们听说要杀大子，个个高兴。把钱都掏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听说李察汉也派人暗地到这儿来查大子。哎，算了，劳动枪的多悬呢。谁派你来的？李察汉派我查查你们这儿有没反叛。